哎，恩公们到的挺早呀，久等了。玉空大人在司辰宫内恭候各位。哎，你不来吗？小女子已将各位的情况呈报了司铎大人，我就不进去了。是大人。将损失数据呈报给景元将军，再把太卜司的人找来。这么大的乱子，他们岂能置身事外？星穹列车的客人，你们好。你们的来意，庭云已经悉数向我禀报过了。本来我的职责并不包括接见旅客，但既然你们知道星河，又言明要帮助罗浮，那么于情于理，我都要给各位一个面对面的机会，亲口谢绝各位。区区星河而已，联盟早已知悉此物，自有办法应对。仙州宣降八千载，见惯了危急存亡，眼下的灾难虽来势汹汹，仙州亦有余力自处，不需假借外人之力来平息祸端。各位远道是客，断无理由卷入此事，我这么说你们可明白？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星河的影响尚未完全深入，如果能及时找到位置对其进行遏制，无论是被侵蚀的空间还是遭受侵染的人，都有复原的可能。我们曾经阻止过星河的灾难，这一次前来也只是为了助各位一臂之力。我已说得很清楚，这是仙州联盟的内部事务，不劳星穹列车插手。为示尊重，我特意接见各位，传达最终的决定，不容更改。可是，算了，杨叔，联盟自己能搞定，咱们还费那个心干嘛？我们走就是了。不，你们走不得。喂，这就有点过分了。罗浮上发现星河不过数日，星茶海全面封闭，无人离开。各位如何未卜先知，又怎么认定这一切与星河有关？我调取了星茶海的出入记录，在不久前有人骇入系统，打开御界门，指引一艘舰船入港，那就是你们星穹列车。而骇入系统的人手段高明，甚至故意留下了一道印戳，仿佛挑衅银狼星河猎手的一员。对此你们又作何解释？在上述疑团查清前，你们不得离开天博司。玉空，别那么凶嘛，要是传出去，岂不让银河耻笑仙州联盟不得待客之道？景元将军，星穹列车怎么可能和星河猎手同盟呢？他们可是死对头呀。打扰各位的会面，我是罗浮云骑将军景元。将军，这是罗浮的内部事务。啊，对对，内部事务，我完全赞同御空司铎的意见。很抱歉，列车团的各位，罗浮上确实有一颗星核，但我必须拒绝你们的好意。这是仙州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解决。但是来都来了，怎能让各位无功而返？虽然星核一事不能接受列车团的帮助，但我却是另有一事非得拜托各位不可，请。星穹列车，在下闻名已久，心驰神往，今日得见，幸甚至哉。久仰将军大名，您有什么事要委托我们？不，那可是非各位莫属。数日前，我们抓住了一位擅闯仙州重地的星河猎手，叫做任。审讯任的期间，太卜司仙州负责情报与信息推演的部门截获了他潜藏在仙州上的同党
卡夫卡发出的通信。至于通讯对象嘛，各位与星河猎手之间的关系我也略知一二，泰普斯认为你们必是同党。我说不可能，星穹猎蛇行事正派见义勇为的美名诸界传扬，岂能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因此这则通信必是星河猎手祸水东引的毒计。星河之灾仙舟确有解决法子，但平定灾患需要时间，需得投入云奇军主力方能成事。但这卡夫卡潜藏在仙舟上终究是个祸患，不得不防。既然星河猎手故意将各位引来罗浮，你我正好顺水推舟。我以将军身份给予诸位在仙舟便宜行事的权限，将下落不明的卡夫卡引出，一举捉拿。如此一来洗清各位被星河猎手泼上的污水，二来也好得知这猎手潜入仙舟的目的又与爆发的星河有何关联。列车团的诸位意下如何？你认为呢？各位若能帮我捉住星河猎手，便是帮了仙舟一个大忙。君如以赤诚待我，罗浮理当报以赤诚。好吧，妙极，一言为定。我这边下令着御空分享一切情报，拨出精锐人手，助各位展开搜捕。滞留仙舟期间，如有用得上天博斯和云奇军的地方，不用客气。这个警员不简单呐。是这样没错，但总觉得哪里不大对劲。我想到了，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非常微小，他刻意跳过了刃。既然云奇军抓住了星河猎手的成员，以此为线索追捕卡夫卡就行了，何必要请我们引出卡夫卡？仙舟既不愿让外人插手星河灾害，又为何在星河猎手一事上如此大度？对，我只能想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论刃被捕一事是否属实，至少现在刃很可能已经脱离了仙舟的掌控，因此警员如果想调出星河猎手，就只有我们这个与卡夫卡产生联系的诱饵，所以他才拐着弯地请我们帮忙，因为刃的逃脱不能让别人知道。想通了这一节，也许我们开始接近事件的核心了。太普大人，我与他们的谈话你都听见了，有何看法？什么看法？天道昭渺，人心幽微，要我给这几位卜一卦，占测来意吉凶吗？这倒不必，星穹列车与此事无干，这我十拿九稳。你我不必深究他们的来意，只要饵吞下，鱼钓出，也就够了。这是我的提议吧，将军。多得有福清智珠在握，之后的事情也全都仰仗你了。哼，那你倒是早些退位啊。还不是时候，万一有甚变数，我得在将军之位上承担罪责，可不能现在一走了之，陷福清于不义啊。你早将星河猎手交到我手里，眼下也没这烦恼，你到底在想什么啊？警员，该不会难道是你故意把人放跑的？我又怎能像福清一样未卜先知？云奇军看守不力，我有责任。哼，我能理解，仙舟诸物繁杂，你难免精力不济，要不是有我在底下撑着，
说来，下次六御议政，你该履行举荐我继任将军的诺言了吧？好好好，知道了。我还有要事，之后就全拜托天赋异禀的福清了。仙舟上的麻烦，桌案上的文牍，花坛里的杂草，唯有这三样东西是无论怎么努力也打扫不干净啊。将军，福太不想接您的位置，路人皆知。他是很有能力了，不过心智上还要再磨磨，什么时候磨去了直皮性，我大概会考虑退休吧。嗨，星河这事说麻烦也不麻烦，人跑了再抓回来就是。将军一声令下，我燕青立刻替您排忧解难。我知你心急，想做些什么并且做成些什么，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欲得剑手之名，不可随意动手，尤其不可与重犯械斗。将军难道以为我会输给那个人不成？我是要你耐下性子，燕青。仙舟制平与剑术不同，徐徐图之方能成事，何况这棋局中的暗手还没揭开呢。有一个疑团，只要他还没解开，这局棋就只能僵持不动，那就是星河。他如何掩人耳目，绕过天博司的核查与太卜司的推演，又被置于何处？我看把两个星河猎手都抓回来，送去福太卜那儿一审是最快的法子。这件事委托了列车上的客人去做，不忙，之后大局已定，自有你的用武之地。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有些事我只有交给你才放心。燕青，有个差事。唉，这孩子是我不好，少年在家里待久了，难免要生出些事情来。匣中久藏三尺水，何日可待是锋芒？只怕这次要受的挫折大过他的洋洋意气。把接待各位的任务又派给了我，看来小女子和恩公们的缘分不浅呢。天博司定了一城客栈的上房，恩公们办完这里的事情，就请随我一起去旅店里喝杯茶，暂作歇息吧。客气客气，各位下回见到玉空大人，替小女子美言几句便是最好的安慰了。我已经接受了我的劳碌命。旅馆招牌，倦意就止不住地涌上来了。这回不一样，我可是随时紧绷着观察情况，准备开溜。
么说，刚才我看到那位御空眉头一皱，差点以为周围要冲出一堆全副武装的士兵，要把咱们几个押进大牢。和大人物打交道，可比对付怪物还累人。啊，我可不是在说御空大人的坏话。放心吧，小女子不是乱嚼舌根的人。不过身为属下，我要替大人说句公道话。眼下的罗浮危机四伏，御空大人率领的天博司肩负着仙州关口的安全，警惕戒备是他的天职所在啊。私底下他老人家也不是这么不近人情的了。据说这位大人当年可是仙州云骑军飞行士中的佼佼者呢，脾气火辣，技术一流，爱笑爱闹，只是嘛，岁月蹉跎，最终王牌飞行士还是收住脾气心性，成了总侠一司的首领，要滴水不漏地收拾各种麻烦。这不，御空大人亲自吩咐我，为各位安排好一城客栈的上房以及日常花销用度，希望各位能在这里住得舒心，吃得开心。这样一来，仙州也算是没有失了待客的礼数。同时他还吩咐，要是各位瞧见什么喜欢的想吃的，跟老板说，全都记在天博司的账上。你先说。遇到这样热情好客的主人，不好好享受一下，真对不起人家的一番心意啊，对吧杨叔？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正事上吧。既然御空司舵极力拒绝我们介入，想来天博司对卡夫卡的下落多少有些头绪。恩公明察，嫌犯十分狡猾，除去加密频段外，通信的时间也恰得刚好，无法准确定位。不过嘛，还是给泰普斯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坐标在这里，一切交由你们自己决定。虽然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但群星的轨道终将彼此交汇。再见。恩公莫要被他的话引走了注意，话音的背后是某种装置运转的声响。哦，有了这线索，局势就毫无变化。仙舟可是一艘新舰，机器装置到处都是。三月小姐，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响动也许毫无区别，但对负责维护设施的工造司来说，每一种机械的运转都像曲子的旋律高低各有不同了。将军召来了匠人，在比对变听之下，发现卡夫卡的背景音来自回心港的造船设施。请各位稍事休息，养足精神，准备就绪便可出发擒贼，届时就看恩公们的手段了。大家先休息片刻，追踪星河猎手卡夫卡必然是一场硬仗。对了，咱们跟列车报个平安吧，尤其是丹恒。嘿嘿，你问他在干嘛，然后告诉他我们这儿可好玩了。在这儿呆呆地站了半个小时了，很少见你这么忧虑呢。记挂那两个孩子的安全吗？有瓦尔特在呢，你可以放松一点了。姬子，星河猎手的远程通讯你应该存下来了吧，能让我看看吗？好啊。而且在45系统时前，一颗星河在罗浮上爆发了，无妄之灾啊，是不是？
简单，这颗星核与我们无关，但仙舟已经把罪责安在了星核猎手头上。停。你认识他？仙舟很危险，这个人如果他在仙舟上，那么所有人，瓦尔特先生、三月七他们都有危险。可是他和你要逃离的东西有关，是吗？嗯，但我不能放着他们不管，我只怕是我的傅雷终于追了上来，把大家都牵扯其中。谁能没有傅雷呢？哪怕小三月那样什么都不记得，肩上也有沉甸甸的东西啊。我们行走在看不见的命途之上，所见所闻所开拓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行李，既是背负的重担，也是走下去的力量。不要想太多了，南恒。按照规矩，列车停靠的时间是七个标准日，在此期间乘客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列车上有我和帕姆值守也够了，想做什么就做吧，总比以后后悔要好。对了，事情结束后你会回列车和大家一起旅行的，对吧？发不出去，网络受限，有些功能却是正常的，和离开时一样，既无变化。后悔已经迟了。云气铠甲的碎片和云气军旗的冲突，有瓦尔特先生在，应该不至于。你在一旁好好待着了，救人所急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办。争斗并无意义。吃我一招太虚凤凰血腥。生死虚实，一怒天幻化，长梦一绝。两位为救我而战，罗刹又岂能事不关己？好好待着呢。切忌冲动行事。生死虚实，洞天幻化，长梦一绝。走不疼吗？凤凰
白造了，躲不了了吧？你们选，用年非逝者在您，后悔已经迟了。马上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哪里跑？没事吧？哎，没事就好。我是云栖素伤，刚从耀青仙州调来这儿的。都跟你说别插手了，刀剑无眼，伤着你怎么办？我不出手，你就要受伤了呀。我们云栖军就是要保护你们的嘛。这一片都戒严了，我正在疏散群众呢。你跟着我走，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你的云栖枪法不赖啊，哪个舞的？哦，好吧，那你也是平民，也跟我走。素生姑娘，仙州出什么事了？我往来行商多次，从未见星茶海如此模样。这个，我不方便透露。我只是接到命令过来救援平民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总之，你俩跟我走就是了。喂，那个闷葫芦，你叫什么名字？我要登记的，总不能给你填空吧。我叫丹恒，旅行到此，正要和朋友会合，不劳姑娘费心，我自己出港就好。不行，这什么时候了，星茶海根本没人，你的朋友如果没出事的话，肯定也在安全区呢。别担心，你跟我走到地方就能见到他们了。姑娘不问问我的名字吗？打架时你不是自己报了吗？叫罗什么？罗刹，对吧？本姑娘记着呢。出发，二位跟紧我，云栖军素伤一定保护好你们的安全。哦，对了，一会儿你们帮我签下名字，我认的字不是太多，怕写错。发送失败，怎么回事啊？超巨通信技术还不太成熟，也可能星核的存在干扰了信号传输吧。不会啊，其他功能还能用，瞧。那么只可能是有人动了手脚，既然卡夫卡在，想必这应该是星核猎手那个小骇客的手笔吧。以前这家旅店不叫一城客栈。你们来了，不会也就多等了半个时辰吧？回新港是公造司治下之地，报备许可花了些时间，因此我顺路打听了点情况。和刘云渡一样，回新港的琼姨也停转了，关哨失守，云骑军忙着排查星河的位置，无暇他顾。那里怪物横行，人迹了无，倒却是藏匿行迹的妙处。那就是说咱们没帮手没支援，得对付一群怪物，还得抓个公司悬赏天文数字的星河猎手。唉，行吧，也不是第一次了。好苦涩哦。若说没有援手也不尽然，恩公们准备好了咱们就出发吧。恩公，出发呢？我带了一位帮手，定能帮助各位。索卜卡夫卡兹事体大，天博斯担不起让他走脱了的责任，所以我使了些面子，从公造司那儿借来一个追逃的宝贝。这什么宝贝？它能干嘛？扑上去咬紧卡夫卡不放吗？是也不是，这是公造司仿生我狐族五感而开发出的谛听，敏锐程度更深，无论脚印还是气味，
只要锁定特征，他就能嗅探出目标留下的痕迹，一路追查到底。只要能找到一点点卡夫卡的痕迹就够了，就算他躲藏得再隐秘，也逃不过谛听的追踪。不过在我们正式搜捕前，得先调试一下这个小玩意儿，让他熟悉工作。首先把它设置成能嗅探某人留下的气味，不妨以我的香水味作为目标，各位拿谛听来试试身手吧。循着这些亮晶晶的痕迹把婷云小姐找出来，对吧？婷云小姐也真是的，这么紧要的痕迹消失了，是谛听失灵了吗？哦，他说港口风急，要用气味追踪可不容易，是美少女和可爱小狗之间的心灵感应，利用环境掩盖痕迹。天博斯的这位姑娘还真喜欢考验人呢，咱们四处找找，看看她有没有留下别的痕迹，或者问问附近的人吧，这里人来人往，一定有人看见过婷云小姐，这也是收集信息的一种手段，应该不算作弊吧。这件东西应该和婷云小姐都有关吧？现在，谛听应该能追踪到她的踪迹了。默默卷，你好高，来看看。呀，被你们找到了。有了谛听，追踪是不是更得心应手了呢？在回新港中，如果发现了卡夫卡的踪迹，就开启这个小东西，别让他跑了。谁曾想回心港也有停转的一天，星河夜转飘回心，银浦流云雪水声，这是某位诗人描绘当年回心港造船的盛况。罗浮内外的通航全都仰赖星茶往来，回心港的生产线一断，仙州内外航行的路线恐怕也得暂歇一段时日。哎呀，也好，也省去我随团出使的活了。婷云小姐，你看起来倒是一点也不为仙州担心呢。哎呀，哪的话，经商讲究的是个喜怒不形于色嘛。再说联盟经历的风浪多了，今日之乱也不算什么大事。哦，有言在先，要是真遇上了卡夫卡，请恩公们自管自动手，小女子什么忙也帮不了，能做的也就是在一旁瑟瑟发抖加油鼓劲什么的了。恩公身手了得，和魔音神打得有来有回，小女子不过一介文职小吏，万一卡夫卡暴起伤人，哎呀，狐族虽不如仙州人长寿，小女子也还想再过一百几十年安稳日子呢，就饶了我吧。司铎大人只是命我接引诸位通行星茶海，和我平常出使天外周旋客商没什么不同，碰到战斗小女子既不擅长，也从不拿生命冒险，
能借来谛听，已是尽了最大的心意了。下次见到玉空，我一定好好打个报告。哦，不要紧，我们绝不勉强听云小姐。一旦遇上卡夫卡，追捕和战斗交给我们，辛苦你替我们引路了。要谛听启动追踪，得先找些线索为引。卡夫卡若真在回心港，多少会留下痕迹。我们散开找找，任何看起来可疑的物件都别放过。奇军武器的一部分被什么锐利之物削断，就是那个坏女人没跑了吧？还有把又快又长的刀子。抵达结局吧。哎，等等，你们看，谛听发现了个奇怪的箱子，上面还有掌印。从留下的印记来看，手指修长有力，又很稳定呢，看起来是一只致命的手。嗯，箱子上还夹着一张字条，喜欢吗？这儿有奖励哦。可恶，我们这不是完全没牵着鼻子走了吗？卡夫卡似乎完全料中了我们每一步行动。各位当心陷阱。知道了，知道了，咱们去那边看看。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将我们所失去的全部夺回。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请助我一臂之力。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小弟听说他修到了特别的东西，云接月地，关锁千重，纵拂茶来，拂茶去，不相逢。虽然联觉信标让每个字都能看懂，但连一块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是卡夫卡留下的东西吗？这应该只是一首打算送给某人的情诗吧。情诗？还是放回去吧。
我知道，家用寻物仪的广告，星际和平公司的广告到处都是，是时候该问候一下他们的贸易专员了。这是要跑哪儿去？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可能是由卡夫卡行动留下的线索。啊，这是造船间匠人的通行玉符，用来开启门关的。有人用完之后故意将之破坏，或许是卡夫卡。知道啦，知道啦。手雷，扎了什么东西？是口红，赠予迷路人的小小礼物。哼，这女人分明是挑衅咱们。搜集的线索应该已经足够让谛听追踪卡夫卡了。快快打开小家伙，让他追着这些线索上的味道动起来吧。可疑的线索应该就是这些了，但他们都是卡夫卡留下的吗？还是故布疑阵？从数量上看是在故意戏耍我们吗？我都能想象那个女人一脸故弄玄虚的表情，一字一顿地说来抓我呀的样子。你这很神往的语气又是怎么回事？毕竟是被星际和平公司重金悬赏，却永远没人能把他归案的通缉犯呀。我们倒像是成了被他暗中观察的猎物。走吧，恩公，事不宜迟，咱们应该很接近他将我们所失去的全部夺回。
补给充足。将我们所失去的全部夺回。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请助我一臂之力。下一个。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将我们所失去的全部夺回。的痕迹突然消失，猎手就该小心了，因为那往往是追猎关系逆转的征兆。卡夫卡，这些云气没有堕入魔音山，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只是一点小小的暗示，让他们听我说说话而已啊。这你最了解不过了。这里不好，太捕要走很长的路，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去前面再会吧。纠缠不清，这一战不可避免，请助我一臂之力。是吧，提前我备战。早点给你个痛快，这就让你解脱。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冲呀，别让他跑了。蔡月琴，慢点。旧日的幻影。
吃药了。为了守护和捍卫，击溃他们。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请助我一臂之力。下一个，睡吧。真是难缠，一点心意而已，不必在意。请助我一臂之力。下一个，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请助我一臂之力。睡吧。
给充足。请助我一臂之力，为了守护和捍卫，击溃他们。下一个，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将我们所失去的全部夺回。还差一点点，各位，欲速则不达。可恶，这里完全过不去，得想办法截住他。恩公，门关了不打紧，我们绕过传送带就行。补给充足，
是宝箱上的手印。为迷宫里乱，
给充足。欢迎列车团的各位，你们逮住我了。亮牌吧，卡夫卡，我们来到这里应该都在你的计划之中。不是计划，是未来。我们在无数的未来可能性中施予干涉，将最好的未来变成现实。不要抬举我们，瓦尔特，星河猎手也只是命运的奴隶。最好的未来？对谁而言最好的未来啊？我才不信你会为别人着想呢。全宇宙，你信吗？当然是对我而言。我们会带你去见罗夫将军，既然你自认清白，不妨向他解释，他自会裁决。不行啊，我讨厌按别人的步调做事。时间不多了，快动手吧，不然就来不及了。麻烦的家伙。准备好了，能掉我吗？好保这一战不可避免。准备打针了，吃药了，配合得不错。下一个，别走神了，别着急。我来守护。枪剑已经点燃，银枪冲锋，纠缠不清，你会为此付出代价，请助我一臂之力。敌来着我，我们早已踏入风暴，为了守护和捍卫，击溃他们。下一个，早点给你个痛快。要一起吗？这就让你解脱，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看来是赶上了，一点心意而已，不必在意。配合得不错。睡吧，纠缠不清。齐枪备战。准备好了。这样感觉如何？没事，这一战不可避免。坏孩子们，吃药了，配合得不错。请助我一臂之力，别来惹我。别走神了，别着急。我来守护。枪剑已经点燃，银枪冲锋。这就让你解脱，随蝴蝶一起消散吧，旧日的幻影。准备打针了。哎呀呀，看来是赶上了，一点心意而已，不必在意。配合得不错。你会为此付出代价，请助我一臂之力。别来，我们早已踏入风暴，为了守护和捍卫，击溃他们。总算来了。雕虫小技，你的一举一动早在法眼侦测之内。泰普斯、福玄，要饭现在由我接管。列车团的诸位，
初次见面，不应该说我已在御剑中与各位会晤过了。本座是仙州六域之一太卜司太卜福玄，有朋远来，本当执酒道迎，然天地人三元不在当位，只能往后推些个时辰了。咱们先谈正事。你听得懂他说什么吗？对本座的说话方式有意见，不妨直说。我们受景元将军的委托，来此捉拿星河猎手，感谢太卜出手相助，但人得由我们押送到将军那里。不必，本座这儿有将军文告，请看。诸位捕获星河猎手之后，即由太卜司接手审问事宜。不用跟那女人一起走了，将军还挺好心的嘛。我明白了，但将军曾许诺与我们共享情报，卡夫卡交代的每一个字我们都有权知情。啊，这个家伙能不能别给我挖坑？哦，我们不会增添手续，只要旁听审讯就好。好吧，事急从权，你们三个和我一同去太卜司。不能就地审讯吗？星河猎手多狡猾呀，万一又给他跑了。有本座在，他跑不了。能撬开星河猎手之口，让他吐露实情的手法，唯有在太卜司里方能生效。吉时已到，得动身了。各位，请吧。南宫，就在这儿下船吧。本座平日虽深居简出，这下是何模样还是认得的。你带的这是什么路？太卜司所在是这里吗？哎呦，太卜息怒，琼姨失灵了，定位洞天的入口可不容易。小女子也想把事情办利索些，可眼下能停靠星茶的也就只有这儿了。您瞧，长乐天，一看就知是个安全地界，剩下的路咱们就多走几步嘛。哼，卦象涨落，对坎之间，行舟困顿，泥足不前。倒是听说仙舟有什么卜算神技，这怎么就是手指比划，跟我数数一样。你这套东西早几百琥珀期就不流行了。本座方才占了一卦，卦象所示与现状无差，看来今日不可乘星茶直抵太卜司了。哼，那厢也受星河作祟，出了点麻烦。唉，没了我坐镇，也不知司内乱成什么样子了。是呀，想来太卜司一日也不可缺了福大人。那还是做好梯度建设吧，万一你要请个假啥的，怪麻烦的。哼，本座谅二位不知内情，就不责怪方才的妄言了。先行一步准备问讯事宜，再见。人犯当然要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这是警员的命令。咱这话可能不中听，但是你们将军可是说好了，审讯卡夫卡时我们也得在场哦。你们也忒小瞧本座，我一诺千金，便是洞天塌下来也一定守诺。当然了，此事的概率微可不计，要使这人犯开口，太卜司得用上特殊手段，至涉秘密无法公开，请你们见谅。但本座发誓，即使准备就绪，不待各位到来，审讯绝不开始。唯一只派了一位门人在长乐天广场前等候，一旦内务整顿完成，便传令让接引人带各位进入太卜司，还请各位耐心逗留。知道了，我相信你了。我好像又惹人生气了，那下次你来吧，每次叫好感的事都是我干。别放在心上，三月，
我觉得那位福玄姑娘挺通人情的，不会生你的气。有吗？我怎么觉得她冷冰冰的？啊，这样啊，我对这种人不是很有办法。好了，别拌嘴了，估计泰普斯要准备挺长时间，我们先在附近走走吧。好耶，刚刚做的新茶就挺有意思，这个长乐天估计好玩的东西也不少。那儿妥妥就是广场了，可是也没瞧见谁在等人呢，咱们四处找找吧。